对他的美女怎么样？我没有多久没见啊，5年、6年。很久没有人这样帮我煮饭，谢谢你。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他们都说爱我，但最后都会丢下我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 他是我前女友，你一个人，没人帮你，这种感觉我懂。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，最近要追另外一个。女生喜欢男生主动一点。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会保护女人的男人啊，才是真男人。那你的男人会保护你吗？ 你一定认识那个神经病，你一定认识那个拍 A 片的。你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否定他吗？对，为什么没有人要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嗨，你拿我当做女朋友，我不认识你。